刚好在吃，应该是饼干。因为优米吃饼干会把碎碎掉到爸爸身上，那我们现在开车门让优米也吃。太慢，你要是在高度啊，我都打你转出来的，这个高度。现在高度在三十公分了。下面那个牌子是做冰冰卡车的。对啊，我要听。卡车的。货车，货车。货车的。你为什么坐这边吃东西？这屑屑会掉的。饼干屑会掉爸爸车上，可以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边哦。我还要吃。你跟妈妈要，先到这边哦，拜拜。妈妈，我还要吃。